长大后最怀念婆婆做的鱼香肉丝，每次吃不下饭的时候都会给我做。首先把鸡胸肉切成丝，加一勺料酒，一个蛋清，88粒盐，一勺淀粉，用左手搅拌均匀，再来调一个鱼香料汁，配料我都打在了屏幕上，你们记得点赞收藏好。锅中油热，放入肉丝，快速滑熟捞出，另起锅爆香葱蒜辣椒，加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再倒入三丝配菜，大火翻炒至断生，加入肉丝，淋入调好的鱼香汁，翻炒5、6、7、8下出锅。这样做的鱼香肉丝，男朋友的5个儿子都爱吃。